今天一个鸡蛋都不给你吃，让你平时老欺负我。哦，看我怎么治你。哦媳妇吃鸡蛋，原来他还有很多鸡蛋呢。老公去拿个蒜，吃面没蒜能行吗？嗯这下吃鸡蛋吃过瘾啦。先吃榨菜又丝儿面，等会再吃鸡蛋。啊，我的鸡蛋呢？干啥？听说这个榨菜肉丝面啊，感谢支持。我还是先吃鸡蛋吧，要不被他吃完了。你别笑，我没有看你。哟呵，你这猪蹄啊？对啊，你吃红烧肉，我吃猪蹄啊。哎呀，干嘛？来、哦，我吃猪蹄，你吃红烧肉。来，那也给你吃。怎么了？等我吃完再吃。好。妈真香，哎呀！我先吃块红烧肉吧。对，我的，你吃你的猪蹄。一会儿。吃面不吃蛋，稍微少一半。终于轮到我了吧？你吃完了吗？你吃完了该我吃了。那你吃吧，不许你给我抢我的猪蹄吃。什么情况？哎呀！真的？赶紧把鸡腿藏起来。幸好被我发现了。给他赶紧调包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媳妇儿吃饭了。哎呀，咋还给抠上来、啊、你选一个呀、啊、选啥选啥我就吃、啊。你别笑。那你先吃啊。所以转一下眼睛吧。看看我的大鸡腿，它还在吗？
要是吃稀饭，吃着大菜米蛋。我刚才在家就弄的大菜，我刚才就是我弄的，我才不去呢，弄了。何姐，蛮好，我们吃。你吃饱了没？饱了，你赶紧吃吧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哇！我有鸡腿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能用呢？哎呀，做的包子看起来不错。啊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你这么做好吃吗？好吃。哎哎，怎么这么多包子你一个人吃吗？有人。这是你逼我上绝招的。你闹了我一身啊。你吃亏了。好，我去换衣服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哇！感谢支持啊！你吃完了？没有啊，我给你留着了不是？你看，辣包蒜、大菜和稀饭都好了。